郑爽胡彦斌恋情爆出后，网友一阵热议。去年六月，郑爽单方面宣布与张翰分手后，张翰一直被质疑劈腿在先。前不久，张翰顾丽娜扎公布恋情，更是被疯狂吐槽。不过，一条去年网友偶遇胡彦斌和郑爽约会的微博又被翻出。所以，到底谁先出轨呢？郑爽和张翰的分手宣言是去年六月正式发布的，而网友通过郑爽的百度小号发现，2013年郑爽就已经在关注胡彦斌了，而且仅关注了他一个人。另外，有张翰的粉丝翻出了网友周琦老师去年2月14号发的配图微博，微博说：“今天环球影城偶遇这位和他的女友，这姑娘那腿细的。”图片中是胡彦斌和一位黑衣女性，疑似郑爽。21号上午，胡彦斌转发媒体微博，并写道。